打呼噜不用怕，一个方法在家就能做，不打针不吃药。打呼噜调理好了，80岁都不显老。打呼噜5年以上，经久不愈的。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也不拦着你。毕竟啊，钱是你的，又不是我的。大家看啊，他这个打呼噜问题啊，已经很严重了，大到隔壁都没听得见，出现憋醒、白天犯困、打呼噜，其实啊是一种鼾症，拖着呢会出现大问题。打呼噜能自己好？半夜憋醒、睡眠质量差，能用民间土方？晨起口干，白天嗜睡乏力，你还拖着忍着？放心，不用受苦，也不用花大价钱。打呼噜的人呀，把嘴给我闭上，我只教你一个方法。如果你要划走，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被打呼噜困扰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，鼾声如雷，影响家人，半夜憋醒，睡眠质量差，晨起口干，白天嗜睡乏力，这是你的呼吸道啊正在发出信号。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，只需要每晚用一次霸奇药业研发的轻声液体止鼾器，只需轻轻一喷，植物成分深入渗透，应对打呼噜问题。无论是鼾声如雷、半夜憋醒、睡眠质量差，还是晨起口干、白天嗜睡乏力，都可以用，不花大价钱，源头厂家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现在下单全国包邮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吧。轻声液体止鼾器专为打呼噜研发，润滑咽喉黏膜，改善打呼噜。你是鼾声如雷影响家人，还是憋闷惊醒睡眠质量差？睡前对准鼻腔喷一喷，在家调理打呼噜，也不用花冤枉钱，好不好用你自己可以试一试，赶紧点击下方查看详情。